那我希望不论如何他们怎么处理都不要因为个人的争议去影响到未来台湾篮球的发展。我是一个篮球迷哈，那我当然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篮球的发展哈。但是因为这个是私人的公司，我们不是这个 P Plus 的这个股东哈，所以可能还是必须由他们的球团跟股东之间来讨论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危机哈。那我希望不论如何他们怎么处理都不要因为个人的争议去影响到未来台湾篮球的发展。我想这对于所有球迷来讲都是会令人觉得难过的事情。如果说现在如果你在旁边看到黑人跟范范在吵架的话，你会怎么处理？我绝对是站在黑人这边的。我问你怎么处理，没有问你站在哪里。我会先冷静观察，站在冷静，然后他们常在我面前吵都是哪有啊。原来你跟范范其实这个感情都走得不是很顺遂，只有一次。黑人的脾气很好，所以，你说很多吵架的时候都是黑人在让，那只有一件事情是黑人不会让。什么事？就是有关球方、球类、篮球方面的。那是有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讲讲。打那个李文元杯，因为我现在已经推下来不打那种职业赛，对，然后就打就是业余的上班族那种好玩，但是竞争还是蛮激烈。是。然后冠军赛的时候，就也不是冠军赛，是晋级很重要一场比赛，我就带他一起去。然后因为需要很多观众吆喝，我还找了光远。王宏伟也去，他们在底线负责那边吆喝，然后我就带那个范范去啊，我每投进一球，然后就会去看一下，就带女朋友来范范看一下，四目相对一投进，四目相对说，哎，怎么这样子？我觉得很难过，应该是巧合。然后第二球再进的时候，很帅拉杆，这个人难得，然后还在看帽子，整场比赛从上半场到中场。他都在看我，所以那一天我肯定他应该是要找工作，连求职栏都看了，你知道？我很气，我中场受不了，我就去说，我抱着他说，你太让我失望，我就走。然后这时候哥们就来安慰啊，因为我会影响情绪。Jason 说，对啊，对啊，现在打又不要带他，生气气。因为他们都有看到光源啊，不用他们在一就一直叫叫叫，看到哎，奇怪他怎么不叫？他是不是觉得那个不够刺激啊？对，应该是这样。他觉得无聊，无聊。然后后来王宏恩就怂恿了说：“哎，我跟你讲，在部落这种女孩子哦，带得到急诊室打。”直接带到急诊室打，这样你不用再打119啊，马上哦，马上就打之前还问你健保卡有没有带，不然还要回去拿健保卡，麻烦。然后我们两个，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东风旁边吃老虎面，然后两个在谈论这个事情说，这种女友说不要跟她客气，打不落的话打水沟里，打到水沟，早上才找她起来再去洗衣服煮饭什么，然后那个东。那卖老虎面老板娘那包水饺在那边偷听，听听的很生气，拿那个，因为我们在开玩笑，不知道，她很认真听了，然后拿那个勺子就丢在那个，你想变态，他就走，不理我们了、啊。对，因为我们要开玩笑。哦，真的哦，如果说那女孩子听到这个就会生气，对不对？真的，因为她不知道你们在开玩笑嘛。对啊，如果把她当真的话，那她太那个。你看范范一个这么漂亮，你还被打到水沟里，什么画面？你打那边捡瓜牛啊，那就打完了。重点是那天晚上。就黑人就因为要去找范范，他已经跟我讲完了，我先讲完了说那个方式要怎么处理，他就说我等一下去找范范，我说我跟你比较早上那个我们讲的办理，先去一拳就打下去，不要管，先打下去。他说黑人说好，没有问题，伤到我第一生命的家伙，我一定处理再讲。我就好，处理完打给我，他说好。结果那天那个11点多了，他打过来就这样，我说怎么样。我处理啊，我说那你怎么处理？他说我看到他哦，先跟他讲对不起。他说他先道歉，我就先挂断，训掉，训啊！对啊，我是当你好朋友的，跟你分享，你现在跟普罗大众在，没面子啊！就是男人当兵枪都被摸了，哦，还不责怪他，哇！
在哥们面前，在哥们面前保留。哎，他剪掉了，剪掉了，掉了不要，不用剪，这样好不好？那你也讲一个你看过他最糗的事，就是我们要去寮国嘛，然后必须到泰国转机，然后在曼谷机场的时候，就因为转机时间很长，要等待，他附设那个马杀鸡啊，然后说，哎、欸，泰式，泰式，要不要麻一下 ？OK 啊，纯的，然后。我们就找马杀鸡，然后找一找就泰式的，因为 不大了解状况，就分隔间，隔间就有一个屏风，屏风那个隔着而已，然后就看到有那个袍子，他就因为他也没按过，然后说哎，哎呢状况是要拖到什么程度？因为要换那个袍子嘛，我说我就想说他没按过，要不整他一下，好像整我，我说好像全脱，他说内裤呢全脱。然后他进来了，因为那小姐已经进来当中，因为我们用国语聊嘛，他进来了，我只是脱了，我说你脱了，我说我脱了，我就说你脱了，他说早就脱好了。然后经验边讲我边在那屏幕上面看，然后他就穿内裤，他是穿内裤，然后小姐又拿盆子进来，这样、欸、take off， 他就 OK， 然后他这样，哪里很猥亵的，小姐，我屁股呆。呆，跟我这边的小姐抢，两个笑场。然后他就继续按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按，因为他们小姐在对话，懂对呆呆，听不懂。然后当时那个小姐跟那个另外一直笑，在笑，笑场了。然后他就叫我，因为他也是要搬啊什么什么，他就搬大力的那种，你知道？我就胯下这样。羞辱啊！我就觉得，不对，怎么按到那个皮都很痛的感觉，他一直这样折来折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确定脱光衣服，他也脱光了，我真的假的？我就觉得他眼神怪怪的，然后一直要刻意闪我的那个重要部位嘛，因为他一直摸到属膝部，可能是味道很臭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实在这边按不下去，我说 ，Can I take a look？他说：“他也想看。”他那时候就爬到那个就看他的起来那个坐起来的按背嘛，他整个在坐起来，然后你看那这边和这边之间那个笑点呢，还有那围毛巾呢、啊，只盖一小条在这，把它对看。后来我就跑去，因为我按比较快，黑人他们按比较慢，我就跑过去，结果。黑人是还穿短裤，只脱上半身，我气死我了！我就在想，哇，整个那个机场，如果它是透明的话，结果我一直是全裸，你知道？这个机场全裸什么？上万的一个群众来来往往，就我一直是全裸的，跟他折来折去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对，那时候彻底的了解，亏欠我，了解彼此，对。因为他这个朋友，他觉得这朋友太好了，太好了，太好玩了。